有没有加特林呢？加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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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冒蓝火那个，哒哒哒哒哒。再打电话我试试嘛，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嘛。试试还是咋的呀？啊，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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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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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别他妈打着了，没有加特林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操你妈，你个傻。我买把短枪，打个筋儿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冒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拿，等我挨着防风的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：北方大街新手营，我在玉如馆上等你。